小影子，老夫今日不是吧？这么见外吗？都这么熟了，看一下又怎么样？啊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说正事。好吧，今日呢是你的擢升典礼加选图考试，山中来了很多六部贵女，要是那个赤足臭丫头又来了怎么办？她法力稀松，而且就算她侥幸通过选试。 也无法成为我的首徒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通过选试，可就能在山上待一个月呀，小影子，她可是你的命劫之女。